圣诞节的知名度更加的提升，所以深深的感谢我们所有帮忙我们屏东圣诞节拍照，而且今天得奖了，没有得奖的我们给你说得下啊，那得奖的那个该恭喜了哈。那所以呢，总之希望我们这个市集呢，我们的圣诞市集在这三天每一个都赚大钱，在市集在这三天创造更多的欢乐，在我们的屏东圣诞节。那也期待我们今年的屏东圣诞节在1月4号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热闹的结束，然后等待明年热闹的开始。非常感谢大家。那么相信讲，今日你要在澳里，很多的人来在来买咱的物件，共个只物件，共咱的伴手礼拢带回去哦。因为咱即摆两年办一届的屏东伴手礼，今年嘛热腾腾的出现哦，所以咱等下。我们代表就是日本北海道旭川这个当地的观光委员会，然后来台湾推广品。那这是我们这次带来现场的商品，有甜玉米的真空包。对，那这个北海道产的所有的蔬果的甜度都非常高，那它做成真空包装，拆开可以直接食用，然后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，而且也很好入口，然后口感非常的软糯。对对对，那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精米，然后它有做成不同的图案印制的那个定制的花色，那其实也接受就是它是可以为你客制化你想要的 logo 跟图案在上面，就是它的商品，如果你是北海道的味噌拉面，那它是做成独食的盒装，然后这个一份的话它是一人份的，那里面的分量是非常饱，有饱足感的，而且料也非常的丰富。对，是要用煮的拉面包。然后这是北海道的啤酒，对，它是北海道的特色啤酒，它的口感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，那喝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好，而且冰镇后饮用一定是奶油玉米的炊饭包，那就是方便你在家里面可以直接以电锅的方式煮炊饭，加在你的米饭当中加入这个调味包，那它饭煮好的时候，那它的奶油跟玉米也会完全融入在米饭里面。嗯，谢谢谢谢。收穫した秋田のリンゴです。大きい、甘い、はい、食感が美味しい、はい。はい。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秋田11月才收成采收的秋田道地的红光苹果。对，然后特地就是送来台湾。嗨，它的特征就是非常又大又红。あとはおすすめはこれが日本三大地鶏の比内地鶏スープですね。嗯、はい。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秋田道地的比内，它是日本当中有三大地基之称之一，对。これをきりたんぽで、ぜひ食べに来てください。嗯，那这个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秋田烤米棒，也是我们秋田特有的。它是用比内地基汤，然后加上我们的烤米棒加进去煮之后，就变成我们的那个秋田米棒锅煮。このスープは超美味しいです。对，这个汤非常的美味，而且它这个汤是你直接加进去，你不用加任何调味，马上就可以，就算不会料理的人，可以马上有一个热腾腾的米棒锅出来哦。辛味噌塗ったきりたんぽも美味しいです。嗯，那再来的话就是用米棒，然后你只要把它微波一下，就可以再沾上我们秋田特有的紫苏栗味噌。对，然后就可以马上美味的品尝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说到秋田，日本有三大乌龙面，那秋田的稻庭乌龙，就是应该说稻庭乌龙面就是那个乌龙面三大乌龙面之一。那这里的话有特别准备了三种口味。桜のうどんと抹茶のうどん、綺麗なうどんなので、これもぜひ皆さんに食べてほしいです。嗯，那中间的话，它是一般的绢女乌龙面，它虽然写温炖的话，是日本的乌龙面的意思。然后中间的话是原味，右边的话是带点粉红色的樱花乌龙面，然后左边的话呢，它是用那宇治抹茶粉加进去调制的，所以它是抹茶口味的乌龙面。あとはあちらに秋田犬のぬいぐるみ。嗯，那接下来我们秋田早想到的话，大家就想到我们的秋田犬。对。あとはあの秋田のリンゴのジュースもあります。那我们有就是新鲜的苹果，当然也有可以做成就是百分百纯天然的秋田苹果汁。秋田の特産の米で作ったあの高級なせんべいも今日準備してます。对，那您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日本秋田米非常的盛行，所以它的用秋田米制作出来的煎饼也非常的有名，非常的美味。たくさんの秋田犬が皆さん待ってますので、ぜひ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。有非常多的秋田犬在这里等着大家，请务必赶快来哟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带来这一首歌曲《First Love》，来自宇多田光的作品。
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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